自己出来租了一个地方，租了一把椅子，现在天天睡到这个椅子上边。他居然跟我分家了，我是怎么你了，老板？我是怎么你了？你甚至都不愿意正眼看我一眼。这把椅子是会转的，没想到吧？你怎么了，老白？平时你都是在我的床上睡的。为什么这么忧郁？是我怎么了？我惹你了吗？是我惹你生气了，是不是？生闷气，自己在这生闷气。舔我了。我的猫是怎么回事了，朋友们？你们的猫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？之前一直在你的床上跟你睡，突然，嘿嘿，不在那儿睡了，跑了。老白已经跑了一两天了，两天了吧？已经跟我分家分了两天了，我才注意到。哎，